等一下我会怕，干干干干，来，前面有灯，若有不足就赶快补充。有灯，嗯，看那个房间很明亮，但是如果灯被熄了，会引来恶言攻击我们，非常危险的，好可怕啊！嗯，有机会就赶快补充吧，蓝。哎，搞笑。干，攻击我啊！这个应该不会动吧？不要说这种可怕的事情。刚刚好像动了一下。希尼斯哦，奏迪克家族的手札。关键，今晚就是间隔百年的新月之夜，所有亲戚都来，所有人都是留着同样血脉。今天晚上，亡魂们会用浓厚的魔力在地下室复活作怪。但是我们是魔女啊，不需要理会他们的报复，只要完成仪式就好。仪式完成后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源源不绝的魔力吧。他好像傻打一个字，继续这个血脉。只要有了那个魔力将，连僵尸的复活也办到。啊，那些亡魂就是为了这个才攻击我们，已经是了。为什么要假的呢？嗯，因为不用一直加水嘛，这是莫名有说服力的，还真的还蛮有说服力的。这些音乐都蛮好听的，会不会就是出口呢？这柜子好像是空的，总之先把书柜先移开吧。很大的洞呢，里面有点光，会是通到哪里呢？嗯，能不能钻进去呢？一热的话一定可以，但是我跟蓝好像也勉强靠腰啊。也是这样，为什么直接指明我？蓝跟戒指都也都进得去吧？是这样吗？先试试看，不就知道啊？戒指跟那身高不是差不多高吗？哟，戒指是十一岁。哥，那戒指要出发喽。这样，哦，他卡住了，他屁股卡住了，好可爱哦！啊，卡住了，兰尼特，兰，哎，他不叫尼特吗？哦，他是尼勒，哦，那会的，我就说我进不去的嘛。那么接下来，尼勒一定可以，让我试试。咦，要勉强自己有蓝，戒指卡住的话，很可能过不去的。啊，不是说你的体积了，哦，那么我的体积就是大了嘛。你这个笨蛋，大笨蛋，打个牙喽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这样的话。那还是我进去看看吧，如果可以，我会想办法把洞弄开一点的。对了，那里面虽然有灯，但突然熄灭的话，你都会被恶灵攻击的。不要说那么不吉的事。咦，来，怎么突然把灯给我？虽然可能会危险，但灯这样你们不是更危险了吗？这边离图书馆不远，我点了之后待了好久都没有熄。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对的话，我跟蓝会一起躲进去的。而且我一定会保护蓝的。从刚才对着哭哭啼啼被保护的人是相反的吧？噗！好吧，那么一定要小心哦，蓝戒指。哦吼！蓝戒指里面是一间房间，看起来没有往前的道路。你们先在外面，先待在外头，我找找有什么可用的东西再出去。危险的阿姆奈！哎呦干！哎呦干！五郎哎！啊，怎么回事？啊！啊！哎呦！哎呦干你啊！图片集，那么多门，会是这里原本的门吗？画吧，最好看到笔记，再画哪一扇好呢？哎，蓝红紫，那就是紫色的。
哎，对 ，bingo， 使用话句后便消失了。你也融入了墙中，变成了一部普通的门。从某处传来开门声。哎，如果现在还觉得不舒服啊，就趁现在休息哦。对，灯很昏暗，戒指要小心一点哦。嗯。1932年12月3日，日前山中突然起火，我原以为是森林大火，消防队打扫才发现是山中豪宅失火。豪宅主人基尼亚 W 克洛是什么？海贼王是什么？低的意志，这也是 W 的意志吗？与他的家人以及亲戚疑似正在豪宅中举行派对，而那场意外之火令他们全数罹难。哦，也太惨了，所有尸骨都燃烧殆尽，而非。变出生前的样子并不多，因此失踪人数也相当多。由于没有任何遗嘱，警方追查几天后意外结案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洞，一个人钻进去有点勉强，好像能看到对面有什么，只好是硬钻进去。要不要放背景音乐配合我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我也给。这门好像刻了什么事？只有银色的猫守护的门扉是什么意思？领取任务。哦，猫咪耳朵，戴上。取得了猫咪耳朵，哦，没办法了。哦，哦，哦，哦 ，yes。大概就是尼特罗，好适合你哦。气的叫那想要比较有气氛，驱使啊。大概是这个样子吧。咦？不知道是谁恶灵，不知道谁还是恶灵，但是不准笑啦。居然这个样子过来，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。下面还有一行字：对你身猫守护着门扉。但我聆听他的声音，哎、欸、干！不，这时间，但又不能这样就算了，一定要尽量从这里出去才行。嗯。喵！我靠，真假的？哎、欸，那什么声音？该不会是蓝跟戒指有危险吧？看，猫咪大晋级。哎、欸，戒指刚刚听到很大的声音，你们没去吧？你呢？啊，噗！笑他，怎么了吗？刚才出来的声音后，刚才声音出来后，路就出。想笑的话可以直接笑出来，没关系。会长，干！你们想象一下，尼特罗带着猫，还有猫尾巴，好恶心啊！这样可爱，有点想捏捏看，有点想捏捏看，捏吗？就像这样子。好大声音啊！不要随便就突然乱碰。总之，道路出现的话，就继续往前吧。谢谢你，这灯蓝叫，没事。好好，哦，好可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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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觉得画出来，又什么都没有啊？可是是思维树密码、欸，密码什么的。这样路上完全没有啊，所以就这样在这里就无法前进吧。这门也不是用了魔法的就可以破坏的东西，没有呀。这个图案，嗯，人之前在图书馆问看到相关的书呢，真的吗？那么就先回，我回去拿就好了。我还记得书放在的柜子，一起回去又弄乱的话，门又锁住了怎么办？不会很远的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这样吗？难认为呢。一起回去这么好，那就一起走吧。三，还是戒指一个人回去吧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没有啊。灯交给我好吗？这段路又长又黑，这边有灯没问题的。好不然有这个就像是蓝跟你在身边一样的。如果遇到什么就先过来汇合吧。嗯，就要去掉了。再好就是这一本，取得密码笔记。门锁的，
我就知道，突然出来门就打不开了，怎么办？但一定得拿过去才行。不，被魔法关起来的，你把门打开也没有用。我要去存档。啊 ，bitch！ 那个门是什么？刚才完全没发现，它放在哪里呢？想用一杯拿铁把你……哦，没想到这里会有隐藏一个小房间，里面会有什么吗？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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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！好，先存档。这个是奇怪的小刀，这个话好像是可以破除魔力的，但是说不定可以把门打开，就先带着吧。不太想看这种满是字的书，但是兰跟你也说过最重要的线索，还是带走吧。如果能帮上朋友的话，比较手札哦。忽然爱上了他，好正哦。叶子太小了。用这小刀的话试试看。哦，打开了。哎呦，要修要修要修。哎呦，哭。咦，怎么了？快点回去汇合吧。哇伊呢？哦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还是忘了。我忘了那首歌怎么唱啊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爸爸跟妈妈过来找我了。爸爸的手有点病了，有没有好好吃饭呢？爸爸带着我一起去他们秘密的地下室，里面有好多好多人。妈妈说他们都是魔女，我们也是。爸爸跟妈妈牵着我走了过去。哦，兰，你醒了？一直梦到奇怪的事情，希望不会是不小心惊醒。那什么声音？啊，你呢？叶子，你回来了，好快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发生什么事啊？不要这么急的样子，遇到恶灵了吗？嗯，我拿了书出来以后就跟着我，用灯去砍去不掉，虽然在那边推掉铠甲挡住路，应该甩掉了，但是，不要怕，我不知道你真的。难，先别急，总之先解开这个谜题，以离开这里为优先。嗯，啊，现在跑得动吗？那么就赶快离开这里吧。哦，为什么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哎，原来这是日文啊！你们快逃！好痛！外面是恶灵吗？哎，真的，这女孩子温柔一点嘛，尼勒。抱歉，刚刚没办法管那么多了。哇，这些恶灵好像不能过这个门，我应该可以支撑一下。我们尽速离开吧。好多好多。都是我应该的，对不起。这不是戒指的错，没有受伤就好了。来，你呢？嗯，耶、yeah。哎，我怎么过去？靠！犬加龙成鸟。哦、oh, ，bingo！ 我靠，这个解谜成分真高啊！哎呦，悉尼是 W.O. 皮姆的手札，要翻阅了。已经到了夜晚，消失的月将魔力送达了这里。在仪式之前画上了魔法阵，将所有器材都配置好。那桌上有个几百年前就树立的那个水瓶，只要加上瀑布的泉水，就准备完成了。哦，这边是的。OK， 先储存一下。这的确有点麻烦。哎，看我回不去，我没有存档。Oh my god！
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深不见底啊！还好不会死。好啊，就这样。好啊。就不要他妈的五个走完全部都一样，干真的，怎么办？哦，看这有路，哦哦，可爱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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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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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那扇门好可怕，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确实那扇门很诡异，不过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，还必须要找到仪式举行方式才可以出去。仪式什么的，根本还没确定事情吧？但继续这样，总会知道些什么嘛。何况这里，在这里裹足不前的话，会被那些恶灵追上的。嗯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这样了。不要怕，我们都会配戒指的。哦。抱歉，我有不对，不该对你这么大声的。总之，先前进吧。拜托，给我一个存档点。还有什么发现吗？颜色看起来不好。这是男的家，白色完全一样，但感觉不同吗？满满都是血，好恐怖的地方。国外内。不、哦，有了吗？突然一阵耳鸣，一股很恶心的感觉涌了上来。怎么会？不、哦，会很难的，没事吧？能站起来，还好吗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还好，不过可能没办法马上行动。抱歉，明明应该赶快前进的。哦，这里果然怪怪的。戒指跟尼勒先休息，我去找出口再聊聊。后面可以休息的房间，尼勒跟戒指去躺一下。我该选择哪一个才好呢？后面有休息的房间，但感觉后面的房间气氛也怪怪的。啊，不是，多兰的提议不好，可是。既然戒指这么说，那还是在这里休息比较好。等下来你要去找出口，但是去那间房间感觉会很危险。个人的话实在不放心，我一起去吧。你留下来陪戒指，都在附近没问题。Oh my god！ 你留下来陪戒指，要我陪戒指吗？这状况确实不能让戒指一个人留在这儿，就是他。好吧，你呢？以我现在状况，若出了什么状况，也无法逃跑，会变拖了你们后腿的状况吧。可是，如果能自己的话，会遇到什么状况也可以马上逃跑。哦，好复杂哦，干！我会在这里照顾戒指，要是出了什么状况就赶快回来。嗯，最好这样，来一定要小心。所以就变成我去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开台开到这吧。